报纸说，你别再粘了这个傻瓜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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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笨蛋头吧，他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哇！谁想要这样做？哎，周明，我记得我在我有关注这个，我也看到你有报过数。对，我有上去24个小时。你去了24小时，那你在那儿能睡觉吗？那24小时没有，所以因为我没有办法像安江这样子，我有一点惧高症啊，所以在树上虽然说没有真的很高，但是还是会有点怕怕自己掉下去。所以我撑了24小时，后来就没有办法像他那么坚强，我就先出来了。因为我报纸上网络上看到你在上面挂着。我们就是上个礼拜，然后礼拜四早上6点我们一起进去的，然后两个老师在树下，然后我们在树上，就这样子待了一整天。那你也不能睡觉。我不敢。合眼，不敢，怕掉下来。对对，我会很害怕掉下来，所以第二天早上凌晨我就跑出来了。你就自己你下，对对，我就下树。就是晚上那个，晚上警察跟消防队来的时候，我不肯下树，可是等到那个天亮了，我就自己下树跑出来。在上坡，所以。到现在汉江还在上面，我真的自己上去过，就特别知道那个上去的可怕跟辛苦，所以他现在已经7天了，很不可思议。我在上面1天24小时，就是刚好24小时，就已经非常的受不了。我告诉你，你帮我拿一下。我小时候啊，也是很喜欢玩，爬到榕树上，然后在树上呢躺在那个枝芽，有些枝子上来跟着讲，就躺在上面，所以我在想，这好好玩。我没有办法，因为我有点怕高，所以在树上我一直很害怕自己掉下来，我就不断的幻想我会从哪个角度掉下去。我就想说，那个赖芬兰他在那脸书上呼吁大家来报数，我说那我要去重温这个爬树的乐趣，我还带了书，带了那个，带了书，准备在躺在树上看书，哎，你好，我也来了，哎，你好，你好了。这位是，哎，你坐这边。没有，我坐。没有，我们在做访问。你怎么会想到过来？因为谁叫你过来的？你住在这附近？黄浦桥那边。很近啊。上礼拜天有过来。上礼拜天过来的。然后好像那个。如果你真的要我下次看到黄浦桥。他说什么？他不是要砍，他只是要移植而已吧？会好好保护这些树木啊。我从我学校买的真是宝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反正我本来也想上去跟他们报数的，真的。对，但是呢，你看现在现在这个样子是没办法进去的。我还带了书哎。带了我的书啊，准备在树上听鸟叫。太好了。可是那树上只能一个人。所以我刚发现我根本连进都进不去啊。如果你真的用的话，我下次看到你。你看我们的彩虹妹妹长大了，好久不见。彩虹妹妹，好久不见呢，怎么了？她前几天是有卡。你可以上去看到，你上去就可以看到那个，它有好几棵都砍到只剩主干。如果谁录的我的话，我就要打我。上个礼拜天打算砍，上个礼拜天之前是5-6棵嘛。对啊。啊，前几天有砍。没有没有，就是那样子的。后来没有再多砍。这位现在上去的是哪一个？我不知道。只是他们昨天天，他们昨天天气。
天主就说，不能把它砍，先不能一次再砍，就这一次，一天主要就对了。那他那个之后，那个肇事台是收到回复的，回复的，对的。那因为他那时候会把案件抓了，那就打电话了，不是？对啊。是啊。而且后来我哎，我刚刚上去做了报道了，哎，做了谁啊？我报道了。啊，对，但是我还没有听，看看那个声音有没有录进来。